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飞。昨天晚上在这里露营嘛，下了一夜的雨，帐篷在这里搭着，全部都淋湿了。今天我们要搬到里面去，所以说今天就不走了，明天还不知道下不下雨，今天先收拾一下吧。今天吃了药了，这个头有点晕上去，试一下。刚才多耶哥吃了药，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上去休息了。我的帐篷现在已经收完了，等一下把顺子的这个帐篷也收一下。顺子，别玩了，赶紧起来收拾东西，要不然天黑了。今天下午找的这个露营的地方比较平整一点，而且下不到雨，这里还是好一点的，就是走的有一点远，今天就在这边露营了。搬个家也不容易呀，慢慢搬一下，再搬一趟吧。帐篷已经都支起来了，然后收拾一下，搞点下午饭，搞点好吃的。今天晚上轮到我做饭了，先把这个锅灶搭起来。哎呀，这几天下雨，搞得乱七八糟的。把锅刷一下。三个人吃，要多放一点米，小半锅应该差不多。去找一点柴，这个竹子比较好烧一点，其他的柴火呀什么的全都湿了。
快湿了。这天气太潮了，实在不好弄。哇，这个米饭已经熟了。先放到一边，哇、哦，这么厚！做点好吃的。这里有买的这个鱼罐头，倒点油，热一下锅。鱼罐头热一下，这里还有今天中午顺子炒的这个萝卜干，也加到里面。这样还是不行，搞一点水。炖个鱼汤，吃米饭。OK， 就这些，全倒上。把这个鱼汤炖熟，然后泡米饭，美味。差不多煮熟，这个水就差不多了，应该有个六七分钟，差不多就熟了，这个水就开了。哎呀，这个鱼汤已经炖好了。Thank you.
喂，飞哥，赶紧来吃饭。赶紧来吃饭。快点。好的。来吃饭，吃饭，快。飞哥，顺嫂，吃饭。蒸好了，烧了个鱼汤，你们吸什么？不相信我蒸米饭啊，这烧网更好吃。哇，这味还行，太好吃了，还行，不咸哈，味还可以，不用放盐。